港深聯合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柳炳貴先生。港深聯合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創辦於1984年，憑著精誠服務的承諾及累積多年的管理經驗及有專有的專業知識的員工的努力下，履行對各個用戶的服務承諾，樹立以客為本及盡心逐務的服務精神。好，恭喜港深聯合物業管理有限公司。